去那个圆圆的地方。人机遗址在公元604年就已经建立了，后来经由就是长时间嘛，然后最重要是因为英国大火，就伦敦大火，所以在17世纪的时候重新又修缮了。最知名就是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结婚就在这里面。我们要进去啦。
大出来。我们刚刚就在。爬得有多高？最顶点，好厉害哦！